第三十八場已經開到180公斤級，何秀堂判劉玫瑰，劉玫瑰。紅花運動員張威勇個人，黑花運動員鍾浩林影壇舞台。長橋嚟喎。哇！打長拳。不用打了，冼師傅打長拳啊，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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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冇咗氣添，死！嗱嗱聲打到慘叫。行得啦，冇力，冇嘅，睇唔到，冇得咁快。系好，哇，嚟多嘢，左右啊嘛，單雞嘅。開。網仔起腳。系，系咁，继续。冇气，冇气，大镬。开！开嘅好气。开，开啊！大顶，开。阿豪，开！好气。好急，好急。赢啦！第二位黑方城，呢个打。现在颁发男子公安组80公斤分赛事的奖项。